过年后拜做修行，咁一定一定是安尼。我哋教书的时候，我哋学生慢慢讲，教授哦，你这样这班呢，以前你做囡仔一定就有志向，我讲无啦，那有什么志向？对吧？无志向，那有可能这唔是欠你，伊就认为你欠你啊。我讲确实无，以前恰恰时代，老实讲哦，一个苦啊，救驾哦，都有当时啊，难好啊都看得到。哦，啊片哦，像这个天哦，那话掉片晒，一班啊52个、38个查甫哦，才35只招财猫，片晒拢掉地面咧，4、5天也无听啊，第6天听起来，干那 SK two 咧，迄面膜我好用咧。你若讲看到鱼啊，伫水底，咱哪有可能像建国先生甲周总统讲，看鱼哦逆水上游，立志要搞革命。咱若看到鱼啊，都想要甲电脑死啊，对不对？看到鸟飞过，咱也想到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论，对不对？讲这个生命诚可贵啊，自由价更高，若为爱情故啊，哈，还是安那讲生命诚可贵啦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啊，哈。两者皆可抛，咱无遐伟大嘛，咱若看到鸟飞过，那夏天夏季的时阵。别个高铁个，你要个别个，那有可能讲看到鸟飞过去，想到 freedom 讲自由，无迄个代志。所以我哩讲吼，讲以早讲咱的旧时几撮徛伫街边对天吼仰天长啸，讲男女立志出雄关。我哩本来要讲这条话、唱这条歌的人，无一个有成就啦，我无甲你骗啦。大家嘛伫街啊浪流连，就像咱这样白鸟啊、河鱼啊、电鱼啊这种的哦，一卡波一卡混哦。刚才讲食甘蔗，食一咸，饿一咸，吼，对不对？吼，按循序渐进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大粒石啊，嘛爱细粒石来惊啊！万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，一步一步行，安尼行到这个今仔日呢？吼、哦，那有像你讲，自细汉就像日本以前的首相还不禁秀讲的，像马英九因爸爸甲好名讲，伊这就是骄傲之尊。那讲伫英国的香港高粱生，安尼就是较富含嘛，这无什么见效，啊，你就是坦白讲嘛。问题就是唔坦白嘛，对台语无了解，对台湾文化无了解，拢是第一个。人要困嫁查某囝，底层呢，迄是偌年前千偌年来好多人的风俗，都是主人家主动甲你邀请。曼谷讲的就是讲，啊，主人家主动邀请他，不好意思拒绝，怎么可以不好意思拒绝呢？你唔捌，你也无聊唔捌，你咧头壳拢那么空过清风的，还是来底底什么东东？对不对？咱莫讲伊底塞是底什么东东？人迄吼底层的是啊，童子鸡去底呢？啊，你当五六十岁，老母鸡啊去讲底层的，咱哪有理？对不对？啊，不然底了人大不多老体吼，你看人迄主人看会甲你骂啊，袂甲你骂。所以我咧讲哦，那出家因这阵人哦，上了下人呐、啊，了然呐、啊。我甲你讲，足了然的，这种物件啊，所以贾定定讲啊，讲你所伤期间怎么可以口出恶言呢？吼、哦，马家丁丁因太太报地基，啊，马家丁丁讲是特务头子，啊，马特务头子，啊，贾丁丁嘛讲，是安那，迄、那个爆料天王邱毅先生，那个安排的部分区名列前茅，啊，你家己毋是真矛盾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呐、啊，弄安尼臭卡生惊人，啊，一支镜头比别人，高级镜头比家己，基督教的经典内底有安尼讲无？都是安尼讲，啊，都、就是你讲恩这等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。伪君子也好，因为叶不群的最重要当下都比这阵人要较好，对不对？叶不群是真虚伪啊，他还不是假虚伪。起码这阵人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有当下吼，你伫讲啥？有当下卖个听了，那卖讲有只选总统，其实是免个听。所以是安怎？今仔日张文俊所讲的，讲不要那么喜欢诉讼，迄个是啥？未当的人讲真实的话嘛。啊，闲啦，未当讲真实的话是安怎？是安怎？贾定定跟他讲的遐话，不约而合，跟张文进法官所讲，其实同样指向一个东西呢，哈。所以贾定定讲，民俗归后，其实是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后。意思讲，啊，你受伤期间，你去弄死对，去人道，安尼谈笑风生，不会使安尼。以前那好多人哈，广义讲讲，以前的登山中国人哈，历朝历代哈。那你那个华夏诸邦啊，嘿那做官的人讲，母丧父丧期间守住三年呢，休节三年啊，再上登昂呢，这三年未使做官呢，未使吟诗作赋呢，未使去摇滚安怎去做迄个太高代志呢，拢未使呢，是遐尼严呢，守丧期间为了选举哦，啊出去外口邮票，安尼勾肩搭背，安尼吼谈笑风生，所以民俗交薄啊。这是谢长廷先生没讲出来的一句话，民俗归后，他把它变成民俗交薄。所以你若讲吼，这个马英九因的电影内底，所谓对马英九所做迄个一直三遍吼，三至九遍的言论，其实
没有什么样可以值得怎么样，值得经历啊，因为因的物件都是安尼嘛，好，因的物件都是安尼啊，老实讲啊，都是安尼，所以这个法官呢，在陈述两造哈。这个在听完他们的陈述跟争执，讲因两个的 argue 啦，都的冤家啦，哦，的法庭张文静呢，这个语重心长的讲说，我本来以为这个案件真简单哈，如果要个处理诬告呢，啊，都个脱离到下一天，因为要反诬告嘛哈。他说，你们有必要弄成这个样子吗？说你们其实是讲两造啦哈，其实是讲两造，但是最重要的是。刚刚我们念过张文静他讲的一段话，他说：“你给他以文说走，以文说走，你不沾锅断尾求生，可以断到这样的状态吗？是不可以的呢，对不对？刚才讲所有小孩做，伊拢唔知，所以这就是哦，上不可思议的。啊，支持伊的人嘛，愿意去相信讲，伊拢唔知。如果支持伊的人愿意去相信讲，伊拢唔知，啊，咱要问讲支持伊的人。”一个拢唔知的人，看报纸才知的人，互人甲讲才知的人，敢有才情、有资格通做总统？要做总统，无上起码看三项嘛。第一，看啥？看能力嘛。马英九伫台北市所有主政的这个结果，你当发觉讲能力是单的嘛？看能力嘛。第二，看人品嘛、人格嘛。好、哦，所以君子不欺暗色啊。就是讲，一个人无需要人家监督吼，伊嘛战战兢兢呐，吼啊去处理伊家己诶应该诶处理诶代志，未讲有人家监督，伊才好啊做，无人家监督就翻头家入债，乱下乱抢啦，袂啦，吼、哦，看到钱吼，啊看到有权利诶物件，啊未讲真真爱哦，讲安尼去蹭，像安尼精气安尼去蹭啦，哦，第三见闻啦，伊诶眼界，伊诶心胸。伊个国际地势好无嘛？所以这三项人拢合起来，这个要选总统的人，可观、可赏、可评、可见嘛。可观就是讲会使远远看嘛，吼、哦；可见会使近近啊欣赏嘛，吼、哦；可评，你问大家多数拢讲伊好嘛，吼、哦；可赏就是讲，甲这人做伙真幽默，伊袂红有压力啦。就是我们一般讲说。一般我们的人的好不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负担，哈、哦，该应该爱做的事情，人教起刚刚做到今后，有功不居，有过不推嘛。现在的马英九先生，你觉得他有功不居吗？现在的马英九先生，你觉得他有过不推吗？几乎都斗败，功要居，可是那个功又很奇怪，也讲不出个所以然。过很明显，但是通通不沾锅。很多人觉得说。马英九像九命怪猫，很多事都跟他怎么样擦身而过，而且都没有什么呀，没有大的伤害。我想何宽仁一句话讲对了，讲什么？说法律碰到马英九会转弯嘛？何宽仁只是不好意思讲说，习水德曾经讲过，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嘛？那个曾经到今天，民进党也不过执政八年呢，背你呢，我讲这看不顺眼。人心微微啊，好、哦，在那个反拿系统极多数的公务系统里边，民进党背你，那有那个灾情，它扭转起来的基本的一挂结构，卖讲伊是强翻啦，那个结构就是认同国民党那个一党独大的价值观，认同那个国民党一党独大所带来威权迄种扭曲的社会稳定。认为讲这种扭曲的社会稳定可以压倒一切，认同国民党迄种只要有钱做工做嘛，生产无要紧的这种奴才性格，所以民生较要紧呐、啊，经济较要紧，至于主权有要紧嘛？国民党认为无要紧啦、啊，吼、哦！所以马英九你讲伊不同不赌不武，奇怪你拍面赢人，你讲不武，一个囡仔去甲一个十八岁囡仔讲。那我不爱跟你冤家，迄、那个话十八岁爱先吗？一个六岁囡仔讲我不爱跟你冤家，吼、哦！十八岁人，诶，囡仔要相信吗？吼、哦！啊，独立，你将来你都唔是徛伫独立这个角度不赌，你从来不承认赌的人是没有资格讲赌的呢。今仔日就是讲，有确实有迄个能力要赌的人，伊讲伊不爱赌，迄、那个赌才有意义呢。这嘛是犹太人一般的观念，就讲、是、你若有身份有地位，你必须做好事，你才行。造成清净，一个真有钱的人欠，
伊才会受到赞美嘛。一个完全已经请了两兆年过年为了钱都无啊，伊敢讲伊真欠，你爱信无？所以马英九讲不赌，他相信吗？他从来不站在赌的这方面讲，他不赌的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？信不信？哦，这是很奇怪的啊、哦，不赌啊，然后不捅，你捅不过人家嘛，对不对？你凭什么捅？如果胡锦涛晚上讲说，哎、欸，我福建东山吼、东山甲闽南一带吼，交你国民党去经营，我想话，慢叫莫去靠。为什么？你无迄个能力去治国嘛？你连接台北市都治未好啊！人讲如大治大国，如烹小鲜，唔知骂是啥？听有啊，听无？